你找环球邮报的读者们539新会员们，我们来看看昨天新会员开奖报告。啊，昨天新会员中的是0238八字牌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我只有叫你签两星，中一碰啊，我们已经连中了两期0238，全车三中一，结果呢，我们全车有没有看到0223388全车三中一，结果我们还是中了0238两只。022338，那碰后面的三只01147的20没开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确定我们已经中了02381只全车啊，0238两车啊，恭喜各位，这是我们昨天新会员的成果报告，大家这两天都赚翻了，那这个好好过个母亲节啊，希望你们今天呢捐600到1000。啊，或是礼拜一，啊，请你转到户头来，我们的财神宫啊，我们要准备财神居啊，供用供奉那个一些财神所用，啊，我们也不是庙，也不是司，我是拜世界财神的，所以我们叫环球财神居，啊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啊，我们相信天上有神明，感恩感谢，我是信奉所有的教，啊，没有什么分什么，我们也信。道教、佛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啊、回教啊，只要对我财神帮助的，帮助我财库的，我通通都信，通通都供奉，啊，我也不得罪任何神明，啊，非常的，谢谢各位的帮忙。